Hello， 我是温暖，今天是在海南的第二天，今天是准备一会儿去买自行车，那么现在没有什么事了，想去把车洗一下，我的车实在太脏了，瞅瞅人家这辆车多干净，再瞅瞅我的车，跟泥土匠里出来似的，所有的娃娃都跑掉了，就剩他了，快点洗衣粉，这有一个高压清水机，哎，这个应该是插上面去的吧？这怎么弄啊？搞事情啊！你得塞进去啊！哦，把这水放起来是吧？哎，高压水枪，要，干，这你干爷，来，这个原因就是你把它拔出来，拔出来了。走开！你干嘛？我不过。来洗澡。哎呀，你先过去。等一下再洗啦。好吧。我不过太闹腾了，我把拴起来了，不安逸了我了。别吵！把王富过拴着不行，他叫死了。然后这个刚刚发现是高压水枪，不能打他身上，好疼的。我试了一下。不要来玩。过去。不过你不要来玩，这个很疼的。车洗好了，现在准备给富哥洗个澡。富哥呀，过来洗澡了。过两天去海里玩的时候，把你扔海里去玩一下。我富哥的沐浴露还带了两瓶。不，在外面实在搞不了，在里面来吧。过来，不过说，他好，这时候舒服呀，是吧？这不比外面舒服呀。